Hello， 大家好，请。那今天的话来玩一下我们的世界计划了，好不好？那其实这篇啊，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玩我们 in game 啊。那为什么比较少拍 in game 的原因，是因为in game 都很容易吃版权啊。那大家可能会说，哎、欸，奇怪，那为什么其他人都他们都可以拍 in game 上来呢？哦，那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盈利，好不好？那这边这种有盈利的频道的话，基本上版权就会比较麻烦了，就是他可能就会让你就是警告啊，或者是可能就是让你就是没有办法有收益之类的哦。所以尽可能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尽量就是。能避就避啦，所以尽管哲斌非常非常喜欢玩我们世界计划，也不太能够就是一直拍影片给大家看，而且在打我们曲目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当那个应援团，有没有？那边嘿嘿嘿嘿吼吼，就没办法跟大家分，就是很好分享就是初音的音乐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自己还是可以来载一下我们这款游戏哦。因为其实这款游戏的话，我觉得它的谱面啊，跟就是那个音乐配合都还蛮好的哦。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东西是日版的东西，因为最近的话，这个东西真的是哦，真的是太怀念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呢，好像在我们的5月10号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公告哦。5月10号的时候，这边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大家还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哎，这个是哲平那个年代哇，好老好老的东西哦。你们知道黑颜射手吗？现在我还蛮想要知道，就大家还没有知道，就是黑颜射手的各位朋友们存在，你知道吗？黑颜射手，然后听说好像是因为最近有新的就是那个影片出现了，所以就是他有在跟我们这个世界计划做一波合作，好不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今晚哲平没有看过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作品，但是这首音乐的话，大家一定有听过，好不好？就是那个噔，好不好？待会一定会打给大家看。但是待会的话，我们就是要当一个很吵很吵的那个打call人哦，要不然基本上我们这边就是一次版权吃到一个爆炸。这边基本上有先测试过，就是这首歌就是拍完之后会不会有版权，但是我已经把尽量，因为我们之前玩的时候，我都是有就是做一点。小小的东西啊，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就是那个音乐啊，你们都会听不到哦，那是合理的，因为我把 BGM 这边调到10，但是这一次我把它调到10的话，我是没有先加我的人声啦，我直接完整的整首歌10放上去的话，基本上还是吃版权的哦，所以就比较麻烦，所以待会我们来当一个那个打call人员哦，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是新进来的观众朋友，如果看到这部影片的话，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玩 in game 的，但是因为碍于就是版权的问题啊，所以我可能必须没办法，就是让大家就是跟大家那么好的分享一些歌曲，因为其实我觉得初音的音乐我自己个人都是超级无敌喜欢的哦，但是就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毕竟是音乐游戏啊，好不好？就比较麻烦一点点哦，那不像那个就是我们那个 FNF 周五放课业一样，有就是自己的音乐，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点。那这边就会尽量尝试了，好不好？而且就算我有可能我待会就是一打call，好不好？还是吃版权，那就没有办法了哦。好，那这一次的话，除了就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音乐啊，就是我们这首歌，好不好？刚刚放给大家听的这首，好不好？黑颜射手这首歌以外的话呢，基本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Sega 游戏基本上的话，它会有一个演唱会的这个功能啊，就是你可以线上看演唱会哦。然后这一次的话，基本上我们这边有一个合作，好不好？我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就是我们一开始原本都是这种，就是有没有很可爱的这个白豆腐人嘛？你看，但是他这一次的话有没有看到这边有这个，你可以就是那个了。有没有有我们这个黑焰射手里面这个角色的这个可爱的这个演唱会角色？那要怎么更换呢？基本上我不知道现在登录还有没有，但是在我们5月10号登录的时候，这边是有拿到，就是拿到那一首新歌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衣装，好吧，你就可以就是换成它，然后换成它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变成我们这个角色，然后在里面这样很可爱，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如果之后有更多的一些联动活动的话，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玩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玩日版啊，这个是日版有的，我不知道就是台版会不会到时候也会有，反正目前来说日版是可以领这个角色，真的还蛮不错的，好不好？然后还有歌可以打这样子，虽然我们之前没有抽到碎波马嘛，但是这一次的话哦，又是一个童年回忆耶，因为那个真的是哦，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而且又听到那首歌真的很怀念，而且好希望就是以前听了一大堆歌都可以就是赶快再回来这样子哦，哇，好期待，好期待啊，来吧。那我们就来我们的音乐时间，好不好？现在是音乐时间，好不好？来，那我们一样先从一叉开始打给大家看，好不好？那这边的话就要开始很吵的那种打 cover 的这个感觉了，好不好？要不然就是会被大家那个，好不好？会被
会吃版权啦，好不好 ?1,2,3,4,5,5,6,7,8, 好不好 ?1X 开始来挑战，来，我记得他的 1X 应该也不会说太难啦，就是我们应该都 还算是可以就是应付当中，好不好，这边都是单键的，好不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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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没有，把音乐都盖掉了，我完全都听不到音乐，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这边就可以就是用一个那个欸看法这样子，好不好，来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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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1,2,3,4,5,6,7,8, 哟哟哟哟 ,chicken out, chicken out, 嘿嘿嘿嘿黑颜射手耶耶耶耶耶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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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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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嘿嘿嘿，哟哟哟哟哟哟，嘿，哎，啊不是，这边才是，是，哎，完了，我已经忘记在哪边了，没办法打call了，哎，完了，听不到了，哦，嘿，这边，嘿嘿。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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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这边是我们的副歌环节，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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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可以好不好原谅我这个很吵的在那边一直吵，好不好，好，这边应该就要结束了，噔噔噔噔噔，好，这是我的一叉谱面啊，我是觉得，然后你不要以为我很想要在那边吵，我真的觉得我像个白痴一样，你们知道吗，但没办法，我真的想要录这个就是黑眼射手的介绍影片给大家看，那就没办法了耶，欸，中间部分我们落掉了，不然我觉得一开始应该还不错，好不好，这首歌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如果是很早期就开始就是追初音的人应该是有听过的，这个真的是那个很那个，欸，很那个很怀念的东西，欸，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怀念的，好不好，再一次哦，再一次哦，来哦，准备咯 3,2,1,GO， 嘿噔噔嘿嘿嘿嘿嘿嘿嘿噔噔噔噔噔，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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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首歌就比较难一点，这个是它的最难，好不好？这就没办法一直边讲话边嗨了，好不好？有点难。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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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吼吼吼吼吼吼吼，嘿嘿。He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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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1,2,3,4,5,6,7,8, 哎，看，不是，你知道吗？如果是老观众那还好，你知道吗？新观众进来以为看到一个疯子哦，到底在干嘛啊？对不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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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没到是不是？还是在那个进副歌前，好不好？嘿嘿嘿嘿嘿，来喽，各位，精彩环节！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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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这个副歌部分的这个谱还蛮嗨的，因为他在连弹这边，其实你如果自己载来玩，你知道吗？你听这个音乐再配这个声音是真的很好听的，好不好？你不要听哲平在那边一直鬼吼鬼叫，有够难听死了！自己载来玩好不好？我只能帮他们就是正面工商一下了，因为这个真的是吃版权吃爽爽的东西啊，哲平也没办法放给大家听这么好听的东西。然后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滑音的部分啊，所以你打起来的话，你手指这样滑过去会感觉好像很帅一样，你知道吗？啊，这就是我们的黑颜射手的音乐了。我觉得刚刚那个角色与漫画那个图有没有？那个把耳朵遮住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应该就是各位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的样子，好不好？我已经尽我所能了，因为我看到蛮多人就是一直留言说啊，希望哲平可以玩世界计划。我跟你讲，不是我不玩呐，各位，真的不是我不玩，是因为
会吃版权，我只用这种方法来玩，你知道吗？很吵，而且如果我又要打一些就是很难的一些歌的话，我根本就没办法这样叫了，你知道吗？好不好？真的是很辛苦啦，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刚刚已经完完全听不到音乐了，好不好？如果这样再吃版权，那我也是觉得 YG 很厉害，好不好？那我也是会把这部影片上传，我就算了，好不好？我就真的是算了啊。那如果真的这样都吃版权的话，那之后的话应该就会再看一下怎么办吧。就是除非遇到一些我，哦，真的自己超级无敌喜欢的歌，其实最近的话有几首我就还蛮喜欢的啦，像那个那个什么《From You to You》这些是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等一下啊，哦。最近我有一首超级无敌喜欢的哦，不用这种的好了，我看一下哦，有一首我超爱的哦，是那个 Choco 什么 ，Do Mi Mi Ju Ju Choco 哒哒哒哒那首，可是那种好像是台版的，对不对？啊，台版的，日版我这边好像没买哦，对，日版这边我应该是没买，好不好？因为这游戏要买音乐是要花票券的啊，我有时候就会没有买到。在哪里啊？哆咪咪啾啾，巧克力哆哆哆哆。我到底有没有买啊？本来那首的话，基本上台版那边我是有玩了，那首我还蛮喜欢的，好不好？所以大家的话也会可以欢迎分享一下，你们这游戏有没有自己的老公或是老婆啊？然后你们最喜欢音乐是哪一首啊？都可以跟抖音分享一下，好不好？这边的话，我也只能跟大家一起慢慢的来聊这款游戏。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那个打 call 方式打鼓，你们觉得可以接受的话，那我们之后的话可以就是再更多尝试来打其他的鼓面，好不好？但是我觉得那个边打边喊很累。好啦，今天主要来说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童年的回忆，好不好？黑岩射手的部分，那大家如果有玩日版的话，记得可以上来拿一下，好不好？这个可以来拿一下。然后最近的话，我女朋友的老公，好不好？这个泪也不错，好不好？如果你们也是泪的这个死粉的话呢，这个造型好像还蛮不错的，好不好？我女朋友是被打动了，所以大家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抽这一次的角色喽，好不好？那我们继续玩到这边了，我是品宅见喽，大家拜拜。